竟是为这万宝哥而来，小川啊，你可真淘气呀！ 为师不是卖关子了吗？为师不是卖关子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猜不到呢？再猜。师父的宝贝如恒河沙数，轻而愚笨，可真猜不到。再说了，这是你送给玄珠的拜师回礼，让我猜什么？来，嗯，为师心里清楚。 这些年，若不是你来操持着山中的杂物，将我的香曲山上上下下打理的是井井有条，为师哪有那些个心思收那么多徒弟啊？喜新厌旧。 厚此薄彼的事情，为师绝不会做。这是徒儿应该做的。乖徒弟，走，挑理无缺。 什么感受？传闻仙界就师傅和白河龙王宝藏最多，今儿徒儿算是见识了。那白河龙王啊，都比不上您的一个小指头。可以这么说吧。<笑>去看看喜欢什么，尽管拿。师傅，徒儿都挑花了眼，更是不知道选什么了。<笑> 着什么急呀，慢慢挑。九月大人，你来救我了，我们在哪儿？ 你不会看上乾坤袋了吧？哎呀，太过稀疏平常了，眼光放高一点。师傅说的是，那徒儿去别处看看。哎，这就对喽。
夜夜深不见者殿下有吗？灵灯，怎么样，青青，满意吗？师傅送了我这么多，不会舍不得吧？<笑>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<笑>师傅说笑了。他是怎么了？伤成这样？开门，啊！别让任何人进来，关门。 原来是左公子和玄珠姐姐呀，稀客稀客。左某冒昧了。我知道您来吧，是等小川他的答复的。这个小川他今有些不便，左公子您赶着再来吧。那想必秦川姑娘就在屋子里面吧？况且昨天九云大人跟我说，今天会给我一个答复，所以……他出去了，你待会儿再来。那我就在原地等他。说了不便了，方便了自然让你们见着他。 秦川姑娘，左某略懂医术，让左某为您把脉。左公子，我已差人去为他熬药了。况且，山中的医仙也都已经来过。九云大人，昨日我离开之后，秦川姑娘发生了什么？ 没发生什么，子琛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他受伤了，而且伤非常严重。到底是何等奸人所为？是我，小丫鬟洗坏了我的衣服，我杀他的心都有了。打他，哼，还是轻的。断不是你，是我。那又如何？我堂堂湘举山大弟子，责打自家小侍女，又没打死，有何不可？ 玄珠，这就是你来求的仙人。傅九云，你昨日口口声声说要听着是你自己的意愿，你是不是已经动了要折磨他的念头了？没错。谁让他口是心非，嘴里说着会忠于我这个主人，可心里却总想着要去你们那儿。你怎知他内心所想？猜的。混账。 左公子，你也是权臣家的儿子，难道没见过主人惩罚责打奴仆的吗？奴仆，好一个卑微的名字。也对，一个弑师者连师尊都能杀，折磨一个奴仆算什么？玄州，我们走，这个地方。 我一刻都不想待。小白，送客。行吧，二位。话说，连左公子也看上那小杂役了，真的？左公子和玄珠都去九云师兄那要人去了。那九云师兄真的给了吗？我可听说那小杂役可是爬上了九云师兄的床呢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你说这小丫头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你们二人在乱嚼舌根子，我就拔了他们。退下吧。诺。看来这小丫鬟真是不。